起用30吨的台中一个美术场，因为涉嫌闹剧，似乎是趁着举办全国运动会，编列了1500万的经费来进行整修，成为符合国际比赛的场地。16号是正式开幕，未来是希望打造出一个提供选手培训、推销观光，还有举办比赛特色美术场。编列1500万经费，所重新整建的台南市立美术场，今日进行启用，委托专业团队营运，只有希望咱带动台南美术运动风气，培训选手争取更加好的成绩。虽然我们台南不产马，但是我们的马场一定要做得更好。一方面让全民可以来这个使用，好；一方面让专业的选手也可以来训练。或是更好的成绩，相信这么好的场地就是给我们很多好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跟开端，我们一起为马术的未来发展期许，不一定下一次我们台南在马术的成绩就能够创造佳绩。新的美术场未来经营标准的场地将培训选手训练，也将美术结合观光，每一摆将举办亲子活动，并举办国内外比赛，成为全民美术运动教育文化体育横窟。我们马里奥进来之后呢，我们把所有的马厩都是以国际规格，4米乘4米的马厩，创造的一个现在目前整个硬体软体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个规格。因为今日咱来上课啊，哇，好棒哦！新的美术场正建完成，也提供台南选手有更加好的训练场所，举办未来咱争取更加好的成绩。市民也咱作为亲子休闲活动使用。记者孙英和南区采访报道。